在大家的支持下，今年可以举办第21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除了胜负以外呢，欣赏围棋的内涵才是真正能够可长可久的一个活动。他说不是因为美丽而下棋，而是每一个棋手啊都是因为下棋而美丽。人生应该不会只有一种变化吧，还有其他美丽的东西。围棋给予我们的除了胜负之外更多更深刻的东西。无论输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的下棋，我们都因为围棋更自己。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好，就是对于学围棋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大赛。会下棋的女孩子一起在这里一起切磋，我觉得很棒。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享受对决过程，然后尽力发挥好每一盘棋。感谢海丰棋院对这个比赛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希望女子赛可以一直办下去，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尽力下好每一盘棋。感谢海丰棋院还有培生文教基金会举办这个女子赛，让女棋士有一个专属的发挥舞台。我自己也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，希望今天所有的参赛者可以享受舞台。我喜欢围棋，5岁，我从中班开始学围棋。我本身跟先生都从年轻的时候就下围棋，所以小孩子应该是从肚子里面就开始学围棋的。海丰老师讲的没错，就是女子下围棋的话会带动一个全家下围棋。那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下棋不仅动脑，而且特别的有气质吧，就是还蛮符合就是女生的形象。全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大盛事，就很佩服这些棋手，因为参加这个比赛要遇到一些挫折还有一些困难，有勇气参加比赛，我觉得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如果围棋是一个运动的话，那我觉得最小的小朋友可以学习的一个最好的运动，特别是智力，应该就是围棋。我觉得主办单位非常的了不起，因为办一场比赛要花很多钱，像这个针对女生的比赛花的经费是很多，而且可以持续办到21年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